水温正好，不如我们一起洗吧。 现在可以说话了。笑什么？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好像也跟现在差不多。是啊，你不知道那时候你有多凶，上来就要打架。胡说八道！明明是你先跟我动的手。胡说八道！不抢我珠子，我动手干嘛？什么珠子？哦，就那个破袋子，我早扔了。 此时此刻，还想跟我动手啊？哎呀，说正事吧，你有什么打算啊？什么打算啊？当然是先想法子回趟崔家军，再来求公子你了。真的吗？你回到崔家军之后。 还会来救公子我吗？嗯，你干嘛？看什么？皇孙此头颅可知无数城池，我怎么会舍得不回来救你呢？哼，你可真会说话，我好喜欢啊，太喜欢了。